OK，好啊，开始。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南国际电视新闻追踪报道。经过了一个周末啊，我们现在无论是看到电视上的 Break News，还是我们报纸上的这个头版头条，我们今天都已经看到了，美国的示威抗议活动已经完全替代了这个疫情的报告，尽管呢这个疫情还在持续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美国的示威活动呢，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分化啊。那不少的大城市呢，已经开始出现这个暴力的一个抢劫啊，包括焚烧商铺啊，伤害了这个警员。目前呢，德州已经宣布了进入一个紧急的状态，国防民兵已经开始接手。我们呢，今天就这一个示威抗议活动啊，包括是这个种族引起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暴力行为呢，作为一个话题，邀请我们的嘉宾和观众一起来讨论。首先，让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嘉宾，美南贸易集团董事长李友华先生，大家好，资深建筑师李少鹏先生，大家好，美南新闻记者肖永群。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呢，我想问李董事长呢，在这个佛罗里达被警察这个跪压窒息身亡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引发了大规模的全美的这个抗议啊。那您在这个事件初期就在文章里面写到了，呼吁政府呢及时慎重的给予这个处理，并且写到了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今天呢，果不其然我们看到了这个事态已经发展到不仅仅是在美国的许多城市，而且在国际上都有影响。那目前我想问一下，这种政府的这种作为，或者说是不是因为是政府的作为无效，或者说是？有哪些方面的因素导致了今天的这种局面呢？我想这次的事件，这6天以来啊，在美国，几乎有60多个城市都有大型的游行，而且有很多脱序的现象哈，抢劫这个商店啦，这是美国从1968年以来啊最严重的一次国内的这个事件，所以今天的情况也非常的紧急。这个川普总统。刚刚在白宫跟这个各州的州长啊，也讨论到这个事情的危险性。但是按照一些消息透露呢，这个川普总统呢还是觉得这个州长的执法不够严厉。那么他觉得这些知识分子啊，应该是把他们抓起来啊。我想今天美国这个问题啊，就像纽约市市长讲的。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在美国这些有色人种啊，它有结构性的歧视的存在。那么，所以这个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呐。那么，我们想到这一次非裔包括这些少数族裔的这些愤怒的行动啊，它是一个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我想，美国这么多年来，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称霸世界，已经将近70多年。那么，从我们的国力上面来看，不管是基础建设也好，经济上的问题也好，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些问题呢，就造成我们这个贫富的悬殊啊，是极大的。所以，尤其是这次疫情，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劣势啊，这么让我们这个整个的社会都有写了一个最基本的改变。很多穷苦的人呢，他趁这个时候来发泄心里面这个愤恨。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的人物啊，来化解这个纠纷，而不是有的时候在火上加油。而且我也觉得，我们所有的社会的这个领袖。也应该趁这个机会来，大家来研讨一下共同的方法，怎么来把这个目前这个情况能够化解我们的危机。好的，您在这个今天的文章里边呢，也提到了，说是目前社会的这一些结构性的不平衡导致的一些贫富悬殊，而且这个华府的执政者呢，都是一些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些政客。那您所谓的这个他们不食人间烟火，是主要是指哪些方面呢？是，我想。这些政客们，他为了选举的关系，不一定是选总统啦，选国会议员啦，很多人，
他们都有很多事情都昧着良心在做事。换句话说，他们对为了争取选票呢，开了很多空头支票，是吧？这些空头支票常常是也不能兑现的。那么比如说教育问题，我常常想美国这个教育啊，它是由当地的政府啊来全权来处理的，它没有一个中央的政府来规划这个整个教育的政策，所以这是非常失败的地方。换句话说，有钱人的学区跟没有钱人税收少的这个学区相差是非常大的，久而久之呢，就变成在教育上面的受到教育的机会也不均等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要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啊，要从教育方面来着手。对，教育资源也不平衡，是吧？对，好的，我们说那个种族问题在美国这个人文社会里边是一个最为敏感的问题，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这两党都对这个问题都是历来都是这个避重就轻，讳莫如深啊。而且我们也看到哈，就是说在这一次事件，我想问我们的建筑师李先生啊，那您认为这是一个多孤立性的事件，弗洛伊德的这个事件呢，是一个体制上的问题呢，还是说是这个警员是严重违规造成的一个个人的问题呢？我看这个问题呢，大家现在看的是表面上的这个问题，这个其实美国的这个种族关系啊，是我在美国也住了快将近50年的经验呢、啊，这个基本上要归到所谓的人性呢、啊。OK， 因为这个我们有很多所谓的黑人朋友了，就跟黑人社区，这我们常常有接触。我们这个平心静气来讲啊，美国的黑人是所谓的 disadvantage， OK， 就是说他们是有很多的这个所谓先天失调的这个环境呢、啊。OK， 从他们的生活品质、教育机会，到后来的就业的机会、升迁的机会，说实话，是对于黑人来讲是蛮有挑战性的。OK， 那么呢，所以说呢，这个整个的这个黑人基本上的这个心里面就不太平衡，那他们就是除了有仇富心态以外，对于这种权威啊，像警察力量的这些权威啊，他们通通都有先天的那种反抗心理。那么所以说呢，你平常就说这个经济环境好的话，那大家还可以忍受接受，但是你这个一到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一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马上就会引起这个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长久压抑的这种爆发就出来了。OK， 所以说呢，我们在美国待了这么久，这已经看过了多少次，是这个历史永远重演的。所以说我也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美国的种族的关系，从这个林肯这个南北战争开始到现在，对不对？这个将近有差不多150年了，对吧？为什么到现在还是同样的状况，对不对？那我的想法是说，除了教育以外啊，这个美国有一个很有利可的地方，就是他的这个政治制度呢，是跟他的这个宗教啊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说，美式民主是一定要建立在这个宗教信仰上。那么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尤其在美国的小城，几乎每一个 block 都有教堂。那么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小孩子的这个所谓的道德教育是蛮好的。那么呢，为什么经过了小学、初中、高中以后，那么这个所谓的人的品质啊，哇，我就有这么大的差别？对，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黑人的家庭教育跟这个学校的这个教育有脱节。OK， 就说如何让这个黑人的这个小孩啊，这个在面对权威的时候，不要一开始就是那种所谓的反叛的心态，跟他们的这个行为。OK， 那你假如说能够换一个方式的话，可能整个的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对，我们常常讲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对不对？那你假如说双方的这个态度都很平和的话，哇，那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OK， 我自己的感觉，我是上个月就是被这个警察拦下来吃了一张 ticket。OK， 那么我呢，哇，就很心平气和的，我就说 What's wrong, Mr. Officer？ 对不对？那他看我客客气气的，那他也客客气气的，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人性嘛，对不对？那你这个你客气，他也客气，而你强势，那他也强势，对不对？对，我想补充一点哈，李兄，我们都有很多很好的黑人的朋友。事实上，你看这一次，除了这个奥巴马做了八年的总统，黑人总统，你看现在 Atlanta 的市长、Chicago 的市长，很多市长，包括我们市长都是黑人，所以黑人很多优秀的都是对。假如说他今天要进入大学里面去，像你看我们的市长，他进哈佛。那个像奥巴马也是哈佛，像这些顶尖的人物也很多是黑人，很优秀的。那至于说这个其他的呢，就是贫富悬殊太大，所以很多机会在社会上就变成他们没有机会，是不是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也并不是说黑人就没有出头的机会，他只要努力的话，可能黑人比我们这个亚裔的出头的机会还更多。不是相对来讲了，就是说这个他们要付出的这个努力，是要比白人要多，才能够达到相同的 level 了。OK， 你不要说黑人，这我们黄种人也一样啊。OK， 那你要在大公司里面升迁的话。哇哇，那你一定要比白人要这个 double 优异啊！哇哇，那你才能够升上去，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了。对，最近我也看到那个一些这个黑人的团体啊，他们也在自己内部也做过一些反思，比方说规范自己的这个行为和文化的一些结构，包括增加这个加强自己的家庭观，努力工作啊、重视教育。奥巴马这个。就为八年啊，你反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呢，也希望这些这黑人子弟啊，这个多花一些功夫在学习上，那李先生，您认为在通过这些年啊，这个对待这个少数族裔，包括对特别是对待黑人的这些待遇方面、政策方面，是不是有一些改进，有一些提高呢？是，我想我要提到一点哈，今天我们在美国。像李兄，我们到美国来将近50年左右了。那我们当年也是留学生到美国来，那个时候正是美国那个种族歧视啊结束的那段时期。所以我又一直在思考，我们一定要感谢像金恩博士 Martin Luther King 啊，这么多年来的 fight for 这个 equal right。事实上，我们是受益人。平常讲，你想当年在美国。有色人种的这个待遇，你是不可以上这个公共汽车，那是在1960年代以前还有这个情况。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常常想啊，我们今天在美国能够得到的一些公平的待遇啊，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尤其是我觉得金恩博士的这个民权运动的努力哈、啊，所以我就回到这个我们这个社区跟黑人社区的关系哈、啊，像我们这个国际区吧。我们大概黑人占27%吧，27%。那么西班牙人大概占30%，亚洲人占20%。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有责任哈、哦，来促进跟这个一些，尤其是黑人社区的一些社会上的和谐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我想刚刚跟
李兄他也谈到这个，你看他对警察的态度很和悦，那这没事情啊。但是我们就不能够说一种歧视的眼光。你看，像当年在洛杉矶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你看当年这个韩国人那个妇女啊，她找这个钱，她都不愿意接触到黑人的手，那基本上她就是一个歧视的态度，是不是啊？所以这些歧视的态度就慢慢的温养成为一种仇恨的这个观念。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尤其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各地的示威游行啊，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社区，看看怎么样来沟通。李兄，你知道上个礼拜我看这个我们的警察局长啊，他跟这些示威的人站在一起啊，这个称兄道弟，这就是对的，是不是？他就是马上化解了这些大家对大家的这个大家的歧视的这个观念哈。我想像这样的这个领导啊，我觉得他才能够给我们社区带来一些和谐的关系，是吧？对，休斯顿的警方呢，在这一次的行动当中呢，保持了比较高的这个克制态度啊。我们也看到这个报道上说，这个警察局局长就是说，我们尽量不使用这个，不到最后的关头不使用这个橡皮子弹啊，还有这个催泪弹啊，到目前为止也是这样做的啊。所以说呢，休斯顿的警方，在这个他处于一种是协调的一种态度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哈，这个星期天一些报道说是格拉瑞亚帽啊，有一些人企图要进入一家这个叫 Forever 21啊，就这个商店。现在那个休斯顿的很多商家，包括那个 Highland 的那一块地方的一些比较高档的商家，已经开始把自己的商店啊加固啊，从门到窗户全部在做一些加固的这样的一些措施。那李先生，您作为这个休斯顿国际区的区长啊，那在治安方面，在中国城的治安方面，目前有没有一些提前做了一些这个预备措施呢？是是是，我想我们也不要太不要太紧张过度，好不好？不要反应过度也不太好。但是我们每一个商家呢，我们规劝他们还是要多注意自己的安全啊，尤其是早晚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但是我想，我们这么多年来啊，这个尤其是李兄，他这跟这个美国主流的社区有关系也非常的密切，跟市长就是好朋友。那么这些关系啊，可以说是多年来建立的一些不容易的一些常态。所以我希望呢，就是说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尤其在像国际区啦、西南区啦，我们都有特别的警卫私家警卫，他们随时都可以打电话那么联系。那么现在警方的这个人力可能也不足了，是不是？但是我想我们 private 的这个 security 啊，可以帮一点嘛，好不好？所以我们不要反应过度，但是呢，我们要加强注意自己的各方面的环境，是吧？对，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再问那个我们的建筑师李先生啊，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说历史总是在重演啊，那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的这个全美的这个各地爆发的这一种，可谓是这个示威暴力行动吧。我们也想到了1991年，洛杉矶暴动，当年呢也是因为这个一名黑人被四名警察这个等于说是，这个暴力执法导致了这个全美的一个反应，而且这个等于说这个被判不公，啊，那我们今天我们又重新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看，那当时呢就这个受害人呢他就讲了一句话说，我们难道不能和平相处吗？是吧？对着这个整个的这个洛杉矶暴动，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那今天这句话仍然可以放到我们今天，我们仍然在问这句话。那李先生，您认为他说的这句话，这个各个族裔，包括黑人跟白人跟其他的少数族裔，能够真正能够做到和平相处吗？这个你可以看哦 ，Houston。的这个整个的各个族裔的关系相对来讲是蛮平和的，这个亚裔啊、墨裔啊、非裔啊跟白种人，我们的这个基本上种族关系 ，Houston 算是相对来讲算是非常好的。对，那我是觉得这个套一句他们美国人的说法。We are all God's children, 对不对？我们都是上帝的子女，对不对？我们大家通通都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兄弟姐妹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按照中国人的讲法，对不对？这个
宁波物语，对不对？我们大家通都是兄弟朋友通，对不对？所以说没有道理，我们不能够和平相处。OK， 我是觉得基本上，这个我们要让大家都了解到人性，这个人性的本身就是有偏见的。你今天即使在中国，或者在我们长大的台湾也是一样，同样是汉族，同样是中国人，我们还是有歧视的观念，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歧视是人性本来就有的。OK， 我是常常讲，就是说这个一个好的 leader 是如何能够启发 promote 人性的光明面，不要来 promote 人性的黑暗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我自己的公司里面有很多黑人的员工 ，OK， 我那就常常跟他们沟通，我就发觉很奇怪，大概20年前那个 O.J. Simpson 的那个案子，对不对？那个审判的时候，他到了最后呢，他被这个判无罪的时候，所有的黑人都欢呼啊！我们在公司里面啊，黑人的员工欢呼。哎，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从所有的就是说 logic 的证据来看，这个唯一有犯罪的所谓的 intention 的人就是他嘛，对不对？哎，哇！我带你就可以发觉到，就是说黑人整个的这个心态啊，就认为说，他们是被压迫的，他们要利用这个所谓的这种平反的 case 啊，那他们觉得他们战胜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歧视的制度。OK， 所以说你跟黑人相处的话，那也要体会到他们成长的环境是怎么样的。OK， 那我自己。这以前在这个 Springfield 米苏里那个小城的时候，也有受过歧视的待遇啊，也有啊。OK， 那就是看你自己怎么来看这个事情，就是将心比心，对不对？你说实话，这个社会上这个世界没有所谓公平的事情，那就说这个歧视是人性的本性之一，那我们这个社会如何能够这有一个制定一个合理的一个容忍的范围？那你能够 promote 这个所谓的这个同理心、同情心，那这样的话，那这个社会就更容易和谐。对，刚刚李兄讲到的这个 leadership 真的是很重要。像 Houston 啊比较特别，对的，你看这次示威到目前为止 Houston 好像没有什么太多激烈的这个情况啊，这是因为我们跟市长的关系，跟国会议员 Elgin 最近他跟我打了好几次电话，他说 Mr. Lee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是吧？他非常关心我们，对不对？像黑人这个政治，这个是很大的区别。平常讲在很多地方啊，你说你要跟市长搭上关系啊，那是不太简单的事，是不是？那么我们这个李兄啊，他跟市长是好朋友，而且是真正在我们好少数走入这个主流社会，能够在主流里面这么发展的这么光辉的这个事业是不简单的。所以就回到来，我们就说我们跟跟美国的政界、跟商界、跟普通的一般企业应该加强交流。像李兄，你的公司几乎99%都是老外，所以你在这个经验里面是可以给我们很多人做借鉴。我常常讲啊，我们到了美国，我们应该是落地生根，是不是？我们应该把美国这个看作我们自己的一个这个永远的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不能够说看了很多东西还是在外人的眼光去看，那就不可以。对，这次的事件，我们可以深深的体会到，如果我们华人也好，亚裔也好，还是自成一局，那是不可以的。李兄，你同不同意我这看法？同意。我们一定要跟这些政治家们、这个社区领袖，甚至这教会的这个牧师啊，
那个认识的这些都要经常保持交流，这个是很重要，才能化解一些这个民间的一些冲突，这也就是我们大家要努力的一些目标，对吧？是，对，是的，就像李先生说的，我们今后社区之间要加强这个互助，加强团结，互相理解，理解是这个各个族裔可能是解决很多问题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那好，接下来呢，我们也请我们的美南新闻记者肖永群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休斯顿发生的一些情况。那在这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还蛮受启发的言论，它就是说，其实非裔的事或其他族裔的事，也同样是我们的华裔的事，因为我们同样都身为少数族群，然后生活在美国，其实不管是这次的事件也好，我们都必须要非常关注，因为就是牵涉到种族，然后我们在这里也是一个少数的族群嘛。那就休斯顿最近最新的新闻是呢，明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George Floyd 他其实是休斯顿人，他在休斯顿长大的，所以呢在他去世之后呢，他的遗体要被运回休斯顿来安葬了。那所以现在警方呢，还有目前很多民众都在群里疯传，就是说他们担心明天一旦他的遗体运回来之后呢，可能会导致群情激愤，搞不好会出现一些就是比较非理性的抗议行为，所以大家都在群里就是互相提醒说，明天不管是门窗也好啊，都要记得锁好，然后财产也要记得收好，然后尽量去避开休斯顿市中心的那一块，因为可能到时候场面会比想象中的还要混乱一些。那以上就是休斯顿目前的状况。好，谢谢肖永娟。就像刚才我们的确定是明天要回来的吗？新闻已经发布了吗？是，对对对，明天，对，他因为是土生土长的休斯顿人，所以说明天的他的葬礼将会在休斯顿举行，同时呢也我们也接到了很多的信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吧，就是这个注意安全啊，尽量注意安全啊。那好，今天呢我们从这个不同的角度上来解读了一下这个美国目前发生的一些这个抗议活动啊，甚至出现一些暴力的一些动态啊，那以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种族问题的这个方法。那按照李先生刚才的说法呢，我想用这个希望我们大家呢也都每个人呢都贡献一份心力啊，多加理解，多加去沟通啊，我也希望今天用这个马丁路德金曾经这个说过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他说，我不可能成就一个伟大的事业，但是呢我可以以伟大的方式来完成一个非常非常琐碎细小的事情。那也就是说，我们社区里边的人，只要大家每个人都做一件小事，就可能会推动我们的发展，改变我们的现状啊！我们希望这句话能够给我们带来启示。好，感谢各位嘉宾今天的参与，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见。好。